电视台音乐频道。刚才的两首歌可以说对于郁金香来说是非常的熟悉，一首呢是台湾电视连续剧《犀利人妻》的插曲，在台湾也可以说是一夜走红。不知道这两首歌你自己觉得是不是代表了你的曲风和歌路呢？我觉得我身上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吧，我希望接下来可以尝试更多不一样的曲风也好，还有我自己喜欢的类型也好。对，那其实从出道到现在，郁金香一直非常的支持你，你觉得最感动的是他们对你哪一种支持？我觉得最感动的是谢谢他们喜欢听我唱歌，而且我觉得我唱的好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唱得好，对，然后唱得不好的时候他们还是给我鼓励。就好像说亲人之间如果是有血缘关系的家里人，就不管你怎么样他们都会接纳你，然后都是你一个安全的港湾。对，所以你觉得在场的包括可能没有来到我们现场的所有郁金香对你也是这种家人的爱？对啊，我的郁金香就是我的家人。对，所以今天来到我们CCTV 音乐 VLIVE 的现场，见到这么多的郁金香为你而来，为你而盛开，是有回家的感觉吗？ Of course。 那是不是要给我们唱一首回家听听？好好的，那现在我们就掌声有请郁可为我们带来回家。谢谢。城市依旧不是属于我，我排队好久，我睡在街头，归乡的火车票都是一票难求，算一算我扛了多少个砖头，算一算多少跑车呼啸而过，大大的世界，小小的心愿，家是我最奢侈的梦。回家，我只想回家，城市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回家，我只想回家，挣的钱我要给我的爹娘。回家，城市依旧不是属于我，我排队好久，我睡在街头，归乡的火车票总是一票难求，算一算我扛了多少个砖头，算一算多少跑车呼啸而过，大大的世界，小小的心愿，能够回家是我最奢侈的梦。回家，我只想回家，城市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回家，我只想回家，挣的钱我要给我的爹娘。回家，只想回家，思念的雪落在我的胸膛。回家，我只想回家，只想跟你说我回来了。
谢谢。那今天呢是我们 CCTV 音乐 VLIFE， 可能很多朋友从我们 CCTV 音乐的微博也了解到，我们这个平台这个舞台呢是专门让很多很多喜欢他们内心中的偶像榜样的朋友可以来到现场，和他们喜欢的歌手来面对面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沟通和交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20位郁金香到台上来，不过呢上来是要有一个条件呢，就是你必须画画画得好，因为我们将请这20位朋友呢合作来完成郁可唯的画像。好，现在我们就掌声有请20位郁金香上台。大家看到现在呢我们20朵郁金香已经盛开在舞台上了，那么他们会分成2组，每一组呢都会合作来完成郁可唯的这幅画。5分钟的倒计时，我喊口令开始，大家就开始啊。现在比赛开始。好，时间到，现在我们所有的郁金香要停止作画了，来把你们的画拿到前面来。好，那我们再请这边的把你们的画拿到前面来，来把这个往那边放一放。好了，掌声有请郁可唯。Hello 看一下这幅画，你记不记得，你再把这个表情给大家看一下。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你觉得画得好还是不好？好。好，这幅画当中你觉得哪个部分画得最好？这幅画画得最好的就是眉毛。哦，是呢，我看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所以我觉得这种留白的画法真的是很有功夫的。眉毛，对，画得最好。眉毛在哪呢？在头发里面。哦，在头发里面。所以如果要选出这个画的最好的郁金香的话，应该是那个画头发的，因为他可以知道你其实经常会用头发的前面部分遮一点这个眉毛啊，掌握了你的特点。好，那画头发的是哪一位？啊，画头发的啊，画头发的是他，因为他也要他和配合嘛。我们看看这边的啊，为什么要穿一双绿鞋子？对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鞋子是绿的。那你觉得谁画的比较好？我还挺喜欢这个项链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戴过两个项链是连在一起的感觉。好，那这两幅画呢就请郁可唯带回家啊。这个是很有作用的，你放在家里每天拜一拜，后面你就可以那个大有可为了。开玩笑。好的，我们也掌声送给所有的郁金香，谢谢你们。人走就走了，不害怕像落花落着流水，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责你看见了。